那我的视频呢经常被盗啊，就是有的话说人家哪能盗你的视频，不是，是这样子，是把我发布的视频呢然后下载下来以后呢，他发到其他平台来用一些个非法的手段获取一些利益，也有花友被上过当啊，就是说然后呢来找过我，就是他从国外的一些个视频网站看到我的一个视频，你比方说类似于油管上面，然后呢他说他被骗了，然后他说好容易找到你了，你在中国原来你也在做自媒体，你骗了我多少多少东西，我说这个非常抱歉，是吧，首先呢我要跟您说的是这个我不会骗人，因为是吧本身自己呢是做一个正当生意的，不会说是从国外啊还在去骗你，这个没时间，一个人是不会。另外呢我最早之前是做过一个老账号在油管上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也是叫老花衣，就发了一段视频以后就没再发了，因为老是得翻墙，就是老是用 VPN 这些东西，没有时间和精力。不过呢最近呢又开始重新做了，发现了很多的一些个盗我视频的，大家可以提防一下这个事儿哈。另外呢就是大家一定要了解什么事，你找我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呢，你尽量的哈，就是你从淘店或者说抖店或者是快店那个，就是反正我就在三个平台，就是某宝、某音和某手，就这三个平台目前。这话说你怎么不在拼夕夕弄一个，那个关于拼夕夕这一块呢，不是我不弄啊，是没有时间和精力，是缺乏人手，对吧，你们也知道是吧，就我现在就一个人也是就是闯来闯去的，现在是缺很多人，所以说你买东西的时候呢你就尽量的奔着三个平台来，是吧。还有呢就是希望大家看到有盗我视频的呢，也就是花友们也是不断的在提醒我，因为很多的人在假冒我呢去进行一些个诈骗，就是说啊，比方说跟花友说那个什么我现在孩子怎么怎么地了，能先借我几百块钱吗，应应急，有这种。还有呢就是说到我的商品链接那种去卖，然后呢我本身我比方说我卖30块钱的东西，他在那边卖50完事了呢，也有花友过来找过我，他说哎，我在某东买的你的50多，你在这里才卖30多，你开直播你才卖20多块钱，你这坑人，我说我就是很冤枉啊，希望花友们一定要了解这个事儿。视频最后呢，希望大家擦亮自己的双眼，不要相信任何以老花衣名义的进行一些个金钱的一些索要，我是不会找大家要钱的，好吧，因为不差钱啊，好了，今天的这个视频呢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了这个事，希望大家呢擦亮自己的眼睛，也谢谢大家的关爱和支持，爱你么么哒，咱们下期再见，不见不散，拜拜。